中文打招呼。这个双眼皮大眼睛的女孩娇小可爱，笑容甜美，她叫做秋山 Yuzuki， 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死の呪文を唱えるとそれは読みない。それ？没错，她就是日本活尸电影《一尸到底》的女主角，在片中饰演做作偶像女演员。为了躲避活尸跑不停，一镜到底更重拍六次才成功。这一部制作费只有300万日币，也就是台币81万的电影，靠着口碑票房，不仅日本热卖6.3亿台币，台湾上映13天也卖破2400万，成为超强神片。映画のおかげで、台湾の方からこう取材をいただいたりとか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取材の時にワンシャンハオとか挨拶がスラッとできたりとか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が、スラッと出てると思って、その言葉が、そういうのがすごい。其实 Yuzuki 已经出道7年，和电影导演本来就认识，默默无闻的他意气相挺接下邀约，没想到竟然意外爆红。而现实中 Yuzuki 也是个偶像歌手。直播 APP 进军日本后，特别甄选7位女孩培养成女团 Everydays， Yuzuki 就是其中一人。靠着直播粉丝抖内支持，才顺利选拔成功。现在除了团体表演，仍然维持直播和粉丝面对面，人气扶摇直上。三顺中正郑信罗香台报道。